己係有冇後悔咧？定係啊，即係我就算係咁都會堅持。其實都有問過，即係自己即係有冇揀錯咧咁樣。咁其實問過好多次都係冇喎，一定即係冇得冇，真係冇得為咗錢而去埋沒自己個良心咯。呢個係重點咯，所以都冇話後悔，唯有再努力啲，即係喺即係其他地方咁樣再加油咯。